过。哎，这个世界哪里有外星人？谁说没有？我4岁的时候就见过外星人。你看到的外星人到底长什么样子？是不是很帅、很帅、很帅的？没有啦，他们的头尖尖，眼睛大大，没有头发，我觉得很可爱。这里的房租是这样算的，一个房间700，三个房间都得起来是2100，那么客厅700，厨房700，加起来1400，哦，全部是3500，还有厕所，哎，厕所就不算了，送给你们好了。Stop！ 原来你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背叛者。哇，这个叛徒，女王，除非我也删除了自己的记忆。难道我也是外星人？